好嘞，一样，今天来打一下。经过这个地方是前往大南前的 Seven。大家如果看到那些雨衣，应该就感觉出来。四星快龙，哇，也太优四星了吧！我们拿四星快龙好了。嗯。过时间。一二三。用快龙好了。这样应该可以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张，蛋蛋，哪边的坏掉？好像有点怪怪的哈。太好了，是吃惊程度。快龙出来了。效果绝佳。左边应该会死。太好了，捕获机会，就是这。看能不能来一个四星。哎呀，是精灵球。强烈气息啊，518金鱼了。我方的攻击轮盘瞄准。抓后面出水箭棍，把摇杆球向前推。又是红球。游戏开始，让对战捕获。再来一次。哇，天啊，也太多了吧！这四星也太狂了吧！这时候呢，建议拿西施海人，因为他有 Z 招式。没有发光，不会给。我去后面拿一下我的那个。哦，我直接给西施海人，运气不错。西施海人，今天的第。啊，93敬业。来吧，地心蛋蛋三星大奶罐。按下按钮决定。我方的攻击 Z 招式机会。来玩。比起炎帝那几只，会觉得有 Z 招式的真的好用太多了。超级球，可是超级球没什么用，因为这个，他也爆掉，好，很干脆。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喽！投币后就可以把宝可梦交换机会。不要，通常都很烂。宝可梦，漂亮。要往哪个国对战捕获？水箭龟打会比较好打，然后快龙就不能用，可以用啊。OK， 这是今天的第三张杰尼龟。哇，302，各位。水箭龟跟蛋蛋，哎呦，35，我可能18，水箭龟可能就爆了。降防效果绝佳，没死，嘿，很好，就是捕获时间来喽，各位，两张四星吗？哇，那边应该确定抓到，这边没有，刚那边有丢出彩虹，左边没有，两个，三个，爆了，哇，好厉害，两只都抓到了。Mega， 好，今天的第四张 Mega 水箭龟，好像有点太幸运了。
快龙哈。都忘记有快龙。好，等一下，应该这样说，确定等一下再玩一道。如果有抓到好怪，我们领出来；没有的话就离开。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收获已经很好了，超好的。两张四星卡，集中就好，集中就好，要的不多，集中就好，集中啊，很好。来喽，准备抓快龙的头，请。把摇摆球向前推。啊？是精灵球。那应该会爆。好了，最后一道。不，这快龙也抓到了，太扯了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！今天真是贼好运啊，这运气好像有点太好了。又拿了一张四星快龙。然后他等一下应该会重新读牌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没有零钱，应该没办法再玩最后一道了。八万。这是你的哦。真的是好晒哦。超赛的，超级赛鸭子呢。欢迎再来玩哦。好，他要重唱。第一站，一个，两个。欢迎来到加尔地区。三个。那我们今天总共打了，目前打了五道。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吧。还有雷公。炎帝加雷公。雷公是鸭子之前在收集的时候四星最晚的，哇，好像直接爆给我们了，有这么好吗？三星，哇，真的哎，这太晒了，这真是太好运了，贼好运啊！各位，我们又带了一张四星雷公回家，好吧，四星炎帝回家。三星，轰隆隆，集中要害了！哎呀，好球！把摇摆球向前，这部分都随便啊，彩虹球那个中，这边都随便了啦。那看等一下会不会有吸引到强烈的气息，这样子就拼拼看，这样子没有就没有。看有没有强烈气息，没有就撤退。哦呦哎！哦呦，608啊！好 ，OK， 双三星，那这个我们就不打了。好，很好。那今天打了六场，总共打了六场，不夸张，我们收获了一张炎帝，四星炎帝，然后四星的西施海人，一星淡淡，四星快龙。四星水箭龟，一星杰尼龟，好，就这样子，超级超级超级好运。